小河流旁，不用追赶浪潮，大世界里有小星球，淡紫的极乐也骄傲，不用打扰，愿意平凡渺小，城市太快，人群太喧闹，我们慢慢做自己就是笑话，那便笑笑作罢。可是草木男生的弹幕啊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是啊，负不负全看数呀。冥想准备的更好一些再送给你的。没想到你块头那么大，心思还挺娟秀的嘛。怎么莫名有种熟悉的感觉？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怎么样，像不像巫山啊？巫山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咱们之间的缘分啊，还要从15年前那个大雪崩飞的冬日讲起。哎，下雪了呀！小胖胖，包子好了，你吃吧。你慢慢吃。谁让你们欺负人的呀？九幽大王，你看我们抓住一只猪妖。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，这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。我娘说了，江湖公平为重，道义为先，正式和你们绝交3天3夜，即刻生效。九幽大人他刚才还推我呢。你们看你们把人家欺负成什么样了。小胖胖还好吗？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我居然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嗯，是真的。是真的呀。这根毛不是造型。你都记起来了吧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这记性从小就健忘，金鱼的记忆治不好没救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从小记忆力和方向感都不好，只是没想到重逢的这一日来得这么晚，现在你终于来到我身边了。我爱的玉书一定会让你记起我的，老婆。有四个字的名字了不起？我才不是你老婆。知道了，一会儿就见着了啊。大哥，这小白脸儿长得是好看。往里走，往里走啊。可他毕竟分明是男的，就这么卖个怡红院的老鸨。这个怕被老鸨识破啊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给他穿上女装，打扮打扮，老鸨就算识破了也照收不误，而且价更高。怎讲？纵横花海十余年，就他这样貌，这身材，这还用我多说吗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门主，包子怎么样？我问你穿的好不好看？门主，好看。不貌美吗？不像猪八戒样子的唐僧吗？门主不像。但是今天我老婆至少对我说了438遍，老娘不是你老婆，说我活像一个那个什么来着，蒙着衣服的水桶，活成一个桶精了。门主，世上没有女人不会败在你的水桶腰下。说的是啊，莫一啊，你说我好歹长得这么英俊潇洒，威武不凡，要是鬼门史上第一个将魔功练到第八成的门主，门里的女人嘛，没有哪个不对我抛媚眼，没有一个不暗恋我。门主所言极是，说的是，像我这么出色的男人，怎么会有女子不喜欢？所以啊。老婆只是暂时的不习惯，等他看习惯了，就会发现，胖才是天下至美。二老婆吧，走。姑娘莫怕，我们是江南公家之人，你们已经被解救了，请。大哥，那人是骗你，跟我回去吧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那个人一上来就能说出娘子的名字，他说要带我去见娘子。你逢就说大嫂叫余圣幽，他肯定知道大嫂的名字。不信，我不信。他们说娘子是要带我到这儿来玩游戏。大哥，你以为就你敢想大嫂回来吗？大嫂在的时候咱家多热闹，现在冷冷清清的。我三弟还有爹娘都想着快点找到他，但是要找到他之前要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，你明白吗？二弟弟好凶啊。娘子，娘子。二公子，有十三王子下落。走。约法三章，以后敲门请敲八百遍，谢谢。那万一你有什么危险，万一有坏人来把你劫走，
你有被害妄想症吗？从小到大，迄今为止，单敢劫我的人就你一个人，多一个。老婆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无法想象那个艾以真有多可恶、啊。那以后，等我喊你胖子的时候，你再出现。好啊。老婆，人总要往好的方面发展，对不对？今晚给你加餐，多吃点肥肉。嗯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我有了。有什么了？我有了和宫远修的孩子，你就行行好，放过我吧，不要再叫我老婆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刚好喜欢小孩子，那我可以做他爹吗？这个难缠腻歪加讨厌的小胖子，碍于体力和面积悬殊，我一定要智取。二公子，经我等数日查访，大少奶奶十有八九当在漠北鬼域门，我等速去查访。大嫂，丢了你是我们的失误，务必等我们回来。大哥真的很想你。你们不陪我去找娘子，我自己去。是你，你虽然给，就算是化成灰为证的。我余慎幽可是出了名爱小肚鸡肠、爱事后打击报复的恶女，把我捆来关在这儿，很高兴吗？这个每天话说个不停，一个一句话都不说，你那死胖子还真是绝。门主对墨衣有恩，门主挂念之事，墨衣定当竭尽全力。哼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不然有你好看。有门主需要的地方，就有墨衣。还真是冥顽不灵的一根筋啊。小胖子的贴身侍卫，一等一的高手，岂不是可以为我所用？我师兄他们怎么样了？啊，看来陈华清跟你爹交情深厚呀。神医派出事以后，他在武林上宣布为神医派报仇，还组织了一个反鬼联盟，这么讨伐我。那你怎么不去解释啊？我家的事又不是你做的。哎，他们能像我老婆一样相信着我、深爱着我啊？哎，打住！别一逮着机会就舔着你这张长着毛的大饼脸子跟我的告白，我接受无能。你放心，有我鬼门一天存在，我亲家圣医派是不会有事的。谁跟你是亲家？你坐。跟你要个人，你把墨衣派给我。不给。啊？就要个侍卫都不给，那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？你要来折磨的话，就来霍霍我呀！我心甘情愿，来吧。怎么，生气了吗？那我说我生气了，你会答应我吗？墨衣虽然是我的下属，我可以命令他去死，但是我不能见他的尊严，让你踩在脚下呀。原来还以为他只是个色欲熏心的小胖子，可是抱却表面看内在的话，闪光点还是有些耀眼。跟你闹着玩的，你这小胖子成天小嘴巴巴说个不停吃个没完，没想到还挺仗义的。
今后这一辈子都是你重要。莫一，听到了吧？你门主都发话了，还不赶快把这个姑奶奶给我请走！你这个狐狸精，找人去找狐狸精的！对不起啊，小客服。只能喜欢这位大妈一个人啊！什么？你的心上人不是莫一？难道是爱的玉书？莫一，先送小表哥回去歇去吧。是吗？姑奶奶，请。我不走。头上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胖子，你人是挺好的，但是我已经有相公了。我最后警告你一遍，不要再叫我老婆了。你不要骗了你自己的心啊！你知不知道，爱是不能强求的，不爱也是。从妻，妻死自杀。你说爱你就让你解脱。饿了吧？你我不清楚，剩下只是回忆在拉扯。回家给你吃好吃吃。只是不想认输，只是不能不在乎。曾经承诺，字句都记得清楚。想对着沉默，爱给那么多，我到底在哪里出了差错？我不求你什么，只想两个人好好过，到最后你还是离开我。谁比我难过，谁泪流最多，谁能缓解心里的落寞？所以会宽容，你为何总觉得不够？一转身把我的一切都带走。即使长不大了，你依旧是我大哥。就算你恢复不了，就算我比你先走，也会给你安排好这一生。就这样，像孩子一样生活下去。二弟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因为你在这儿，大哥。起床了。哇，这不是我的妈吗？啊，妈。啊，这不是我的衣服，我的包袱吗？二弟弟，这些都是你帮我找回来的吗？我只是刚好顺路捡的。哦，大哥啊，以后你去哪，二弟弟都不离开你了。二弟弟最好了。啊，
阿丽丽，赶快去找娘子吧。小姐回来了吗？大公子回来了吗？小二公子回来了吗？小姐，小姐回来了吗？大公子回来了吗？小二公子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不回答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吗？以我大哥二哥的内功水准，大抵天下难有人能够企及威胁。二哥嘱托过我，练好功，守好家，等他们回来。那小姐呢？那女人鬼点子多的是，总能有逢凶化吉的怪招。我家小姐总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你说她不会真的出事了吧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你都不照镜子的吗？你右眼睛得了红眼病。红眼病？什么是红眼病？你还真是一个洋葱一般的孩子啊。洋葱？切出越深越辣眼睛。我是个洋葱？你呀，现在先照顾好自己，分担他们分内之事，才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。我又不喜欢爱的玉书，我俩又不是情敌，反倒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胖子都要敬他三分的长辈，必要时刻助我出逃。啊！姑奶奶，胖子在私底下经常各种夸你好吗？小小年纪就美貌惊人，过目难忘，至少可以杀进全国同龄人美貌排行榜的前三名，可以说是倾国倾城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从小显露的名门之气，大家闺秀之风，简直是太过优秀。上次啊，其实主要就是拿我来刺激你。现在不就流行什么若即若离、捕风捉影的新鲜感？真的吗？他果真这么说我的？千真万确。他还说什么了？那可多了去了。不符合爱的玉树的审美，只要我越变越瘦，他肯定会越来越讨厌我的。哎，我娘亲原来有过一个克制食欲的绝招，等我抄来送你。于小姐，今晚给你准备的38道徽菜已经给你备好了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于小姐的菜品换为两菜一汤，不必顿顿丰盛。是的，门主，我现在就去。赵姑奶奶，你还有这项技能吗？我可是鹦鹉派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佩服佩服，有此技能定能助我早日出头。赶紧走吧，肉肉必须回到我身边。必须的必。掌门，掌门，成玉剑庄庄主程华清来信。成玉剑庄暂不参与。鬼域门四处灭门，灭的都是魔典派系的，我们传统派系前来增援替天行道，他却不来，笑话。魔典派系九大门派曾经立过誓言，门派之内不得内斗，鬼域门不仁，但他程华清不能不义。这是一箭双雕之计策，这其一可以让鬼域门和四大门派打个两败俱伤。程华清非明哲保身，置身事外，这是必动原因，咱们也不必多加责难。依我看，这鬼域门作恶多端，
也许明天就是他们的末日。鬼门一日不出，江湖一日难。追！若四大门派齐齐出动，咱们的门徒大多在外，正面应战，恐是败部悬种，非战之罪，恐无胜算。哎呀，我看你整天看书，把自己给看傻了，整什么忧郁啊？刚远事情就被你咔咔给浇灭了。有我们英明神武、智慧无双的门主在此，只要门主开动他智慧的源泉，定有妙计。智慧的源泉，妙计说，既然强敌来犯，大丈夫不必赴约，四大门派何足为惧？不就是有误会吗？门开口，尽量别动手，和他们好好解释不就完了？费点口舌总比流血玩命强吧。老婆，你不知道，我们需要解释吗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的天哪！你们这口号这姿势，我真是惊呆了。你们是不是跟凡人人体构造不太一样啊？浑身是味，脑子挤得没地放。不就是有误会吗？是生命重要还是双的什么玩意儿重要？就为这点小事就牺牲自己，还有追随你们这些门徒？世界多么美好，你们却如此暴躁。你们不是总咬文嚼字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劝你们呀，及早认清现实，把有限的生命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，才不会为错吃一块肥肉而感到羞耻，不会为多长一块肥膘而感到耻辱。老婆，真是患难见真情呐！我方才感受到你对我的念想如此深切，你对我的爱意如你被素喷射的言语般滔滔不绝。哎呀，我说那么多话的意思是，人生虽然重在参与，但紧要关头还是惜命至上，逃命要紧啊！赶紧走啊！我老婆，我知道，她呀，她是太过爱我，才这么抽风的。门主，咱们鬼域门是不怕死，可是大战一起，于姑娘难保周全。现在我老婆的安危甚为重要，即刻分批撤退，前往备用基地。是。这人居然都跑了，肯定还有漏网之鱼。西门兄，好好搜查一番，不可放过一个。搜，搜，搜。这齐二，你前去伪装成东方派的弟子，跟随四大门派的人进入鬼域门，按照我的吩咐，盗取鬼域门的魔典残章。
恭喜你进入魔球工秘籍大闯关。第一关，请根据此颜色顺序纵情起舞，机巧立现，反复六次。你放心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我不会落下你的。放手！最后才想到带我一起走，我恨死你了。这一次我再也不会松开你的手了。什么这次？放手啊！沈优，我没有让他拉我的手，我不想让他拉我的手，是他非要拉我的手的。注意，他们就在前面。你们先躲起来，我来走。莫一，务必保护好他俩。是，门主。你放心。走。我不走。走啊！绝对是他，上，冲！前去找安全之策与门主会合。暗箭伤人，哇，好厉害！不错，你小子等着，已经成功通过第一关，第二关头顶此。
都肿成这样了，疼不疼？不疼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毒素早已经被我逼出来了。我皮糙肉厚的，不碍事。你以为呢？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有时候再微小的伤口都会带来致命危险。别大意，要上好药，以防万一啊。原来，老婆你这么关心我啊，这一掌挨的太值了。这是我和老婆你第一次出远门，却有了如此难忘的回忆。没想到，老婆你对我的爱这么体贴不做作，深情了不狠，像化石一样深埋在我心底。打住打住！我就你这纯属因为江湖道义、武林情谊，别想太多了啊！老婆，你不要害羞嘛！我总算知道我在你心中的面积和地位了。毕竟，见过我这样的后，也很难再降低标准喜欢别人了吧？吓死了！你这挡不住的自恋，还真是体会到方方面面啊！逮着机会就发情，怎么跟吕小五一个德行？老婆，你说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真好，真好看，老婆包的真漂亮。转身把我
情。